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总决赛已经拉开序幕。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即将登上他们朝思暮想的擂台。然而在戴上拳套之前，小勇士们将来到户外的训练场，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次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里，他们需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他们需要历经汗水的洗礼，他们需要突破身体的极限。只有完成了这场定义拼搏和勇敢的试炼，他们才能获得站上擂台的资格，向着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准备好了吗，小勇士们？你们的挑战即将开始。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欢迎收看《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齐聚山西霍州，在这里，我们的小勇士将经过三关的挑战，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小勇士们。马伊琍12岁，来自湖北；孙天佑11岁，来自河北；陆毅12岁，来自安徽。刘延年13岁，来自河北；冯子涵12岁，来自河北；曹晨硕11岁，来自山西。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训练任务是什么呢？大家往那里看，哦，这么多的设施哈，怎么做呢？一会儿我们让教官告诉你们。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业教官，有请我们的教官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临福路特勤站战斗一班的班长丁武帅。欢迎我们的丁教官。平时呢，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消防车里头哈，看到，就比如说路过了，我们看到消防车，然后看到消防员叔叔。今天呢，我们是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消防员叔叔，看看他们平时都做什么训练，我们也来模仿练习一下，好不好？哎，来感受一下。那我们问问这个丁教官，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基础科目呢，叫做极限穿越。极限穿越，哇，怎么穿越？它主要是集爆发速度，包括身体协调性呀、上肢力量呀，都会参加到里边，协助我们训练。本次体能训练由多种训练设施组合而成，小选手需要更好地利用身体的力量和协调性才能完成训练。训练共分为4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当中，小选手需要穿过由绳索相连的木板桥；第二个关卡，小选手需翻越过梯形绳网；第三个关卡和第四个关卡分别为钢铁独木桥和木桩独木桥。完成全部4个关卡后，即可完成训练。这也是我们消防员就是平时做的一个日常的训练。日常的训练，对。我们请丁教官呢给我们示范一下，然后让他们看看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个训练。好。那看完了丁教官的这个演示之后呢，相信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哈，我们的这个动作要领，那么如何去做，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马伊琍先做准备，好吧？预备，开车。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走左边，走左边。对。第一位小选手通过的时候不慢不快，速度平稳，敢于第一个尝试的他真的是太勇敢了，让我们为他加油吧。脚踩稳，
对对，别急别急，脚踩稳。对对对，别急。好，走走走，脚踩稳，没事，走走走。可能是因为走得太急，然后走得太快了，就倒下去了。首先使上力，首先使上力，让绳子稳了。对，手使上力，让绳子稳了。对，走走走，好，预备。
经过三个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定，在这场终极较量当中，到底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本场对决获得胜利的选手是红方冯子涵。我们常说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要成为冠军就需要经历更多的风雨。我们希望我们的亚军呢能够继续努力，早一点见到属于自己的彩虹。我们先把银牌颁给亚军陶晨硕。好，接下来请我们的冯子涵享受你的荣耀时刻，这一枚金牌属于你，加油。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也是杨栓明组合字一笔空心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栓明先生，为冠军的选手来颁发金腰带。再次恭喜冯子涵。那么接下来杨栓明先生也是带来了他的墨宝，有两个小礼物要送给今天决赛当中的这两位小勇士，有请。好，我们本场比赛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记住我们的口号，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会，不见不散。